冷吗？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为什么骂我？你怎么骂你？你妈逼的！行了行了，操你妈！好，我看你，我想对我的。啊、你看我什么呀？你看我，我也想着打爷爷去。打打不打？我都给你跪下打，现在打，操你妈的！我再下车我都不知道跟你姓，你妈臭逼，操你妈的！我。我们的精神，妈，你好，操你妈！我想着弄住地界了，哎，我是不是中国人？一个中国人骂我，你要过来行是吧？啊，一个小孩请坐。啊，小哥，我在北京呀，我想吃馍馍呀。我想吃西葫芦呀。啊，一个中国人骂我，还有骂一个小孩也是中国人。你给他说吧，你说你是哪个骂的？我不是中国人，我不太听到。他是为什么骂的？为什么？你给他说。啊，你给他说，他是哪个吗？我不是，我看了。你别说话了，行吗？我信他。别说话了，我开心了，对吧？你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你没孩子就不知道。现在在北京站，你在北京站地铁口等我。别说话了。你别管我。妈，你怎么了，妈你？别，你别说了。我懂了，你看看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看看。我不是中国人，你看看，我想你去的。北京站，要不在我们地铁口等着我。你不是我看到你了，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你别说了，你有理跟公安局说就得了吗？我不是中国人，我以后就那个北京站或者在我们地铁口等着我。请提前做好准备。行，先我们下车啊！谁不